我一会儿相亲有没有啥嘱咐的？哎，哎，你别说，是真有。你说。瞎说啥实话？我都不知道你打电话这个意义。我想扎一下他的心灵。那你不会真是小弟弟？这年头，谁还没个背？别打了！他是做营销的吗？谢谢师傅，问一下715怎么走？不是那个，我不是那个看门的。那你来接我呢？这有没有可能就是咱俩是相亲的呢？啊？我靠，大哥，那你这照片 P 的太厉害了。确实啊，就磨皮六十多，就有点小高，还能接受吧？对吧？还行。这样。哥，我跟你聊40分钟，然后跟我闺蜜逛街去，让你就回家跟你妈说，我长得太丑了，你没看上我。那不能啊，你这说你这挺漂亮的，那我能那么说吗？那不行。就这样，我回家跟我妈说，你长得太丑了，我看不上你。我的天哪！我妈跟你妈说，我不吱声了。哎呀。我就是单纯的想你的生日有我参与，对不对？可以给你准备加分啊，你加分。喜欢你好。啊，草莓蛋糕，喜欢你好。必须紧张，来，给你吃。啊，随便讲。我怕我十月之内你受不了。你给我小红缎子呢？没，就是那个小用的，小用的。听我妈说，你爸长得有点像郑中基、啊。都是虚拟吧，听听就行。那你爸真有了，长得跟郑中基还真有点像。就是看着没感觉。没事，谢哥，咋了？你看杰哥辛苦两位生日，我给买蛋糕，妈妈当时拿去吃的啊。我操！我操！你上了吗？啊！我没说吗？我朋友。妈，他吃什么菜呀？你说的好不好？我吃的，你别骂他，骂我。美女啊！我操！你妈老先把蛋糕干了！你是个嘚儿啊！你疯了你啊！你不在，知道吗？我操！好开眼！那你说我这么有魅力吗？一个视频就把人勾搭住了。我觉得他心好棒，棒有啥用啊？那也看不上我，没啥卵用。那看不上你不是正常吗？那看你才不正常，对不对？二三去地方，啥地方？又好玩，打卡又好看的。嗯。美丽啊，挺好的。去呗，哪有待着也不待着，走呗。走。平时有什么爱好没？喝咖啡、旅游啥的。嚯，哎，我也喜欢，就喜欢那种苦涩的味道，跟得。你喜欢什么风味的？埃塞俄比亚还是肯尼亚？就是那个伊拉克那个。有，它跟乌克兰一个风味，都炮红味。我更喜欢曼特宁跟叶加雪菲。这两个味道都好极端啊。对啊，就像喜欢人一样，要么特别喜欢，要么特别讨厌，不存在中间地带。有个性，咱俩一样。妹妹喜欢就是哪种口味的啤酒啊？红桶天涯呀，乌苏大力棒的，还是喜欢哪种？我喜欢克罗纳。太洋气了，那太贵了吧？单瓶太贵了。胡哥，你先下去找老谢去，然后我带他去加个油，快去。
放心啊，我给你安排明白，到那直接你俩表演，必须的。等等啊，这慢走。哎，我说实话，每次加油我都肉疼，真的。奔驰都开了，还心疼加油钱啊？车钱它是一次性的，但是你加油是线性的，就好像你对一个人有感情一样，你不要一下全给他，你要断断续续的给，这样感情才长久。加个油还能总结出人生道理？当然嘛，你知道我为啥喜欢你吗？啥？喜欢我？对啊，就是你，首先性格落落大方，然后你身上我觉得有一种莫名吸引我的磁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神奇。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哪儿都好，就是不好看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是颜控，超级颜控。我就发现我特别愿意跟你唠嗑，跟你唠嗑特别舒服。你每次都不直接夸我，润语细无声的那种，对吧？嗯，我也特别愿意跟你聊天，也特别舒服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正忙。你说我问你上我家干啥来了？不是让你等吗？这没耐心呢。不是你噼啪呜嚷的熊唱，不是你我你干啥来？我跟你说啊、哦，我现在火气也有点大，你说话你给我委婉一点好吗？还他妈委婉？这他妈第几晚了？哎，你知道你为啥之间这么凉吗？不知道。首先因为你瘦，知道吧？瘦的话，你的血液循环就慢，尤其冬天，你看那血液全身到这儿的时候，它回流不进去，它从这儿拐回去。所以指尖就没有血液循环，就特别特别凉。哦，原来这样啊。对，但是民间还有一种说法。啥说法？叫文人汤。讨厌。你脚肯定也凉，来帮你捂。去，别闹别闹。又吵又闹的，今天我们不用睡觉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滚开。